Hi, today is Friday. We need to go Walmart first, yeah? What? We need to go Walmar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Okay, 然后 then go Martin. 我们去买很多东西。 其中有一个要买钙片吧。 儿子指定那个公司, 好像沃尔玛有卖。 就去看看。 You're the boss, applesauce. 那时候我是领导。 Of course, you look good. Let's go. Yeah. What do you have candy? I have a cough drop. Oh, 有那个润喉糖, it's natural. Make my throat feel better. 它里面长一点溃疡, 它吃这个润喉糖, 它有点消炎, 它是美国用草药糖, 是CVS卖的, 你们去看, 如果喜欢, 这个润喉糖很好哦。 我们车里面几乎都有, 从Ohio到现在10年了, 几乎都有这个润喉糖, 一开车好像是上瘾的, 要吃一点, 但是对牙齿不好, 去外面不洗牙齿, 吃完以后, 要注意保护牙齿, 你就经常要漱口, 吃完东西, 特别是糖, 对吧, 蛀牙, 小朋友, 蛀牙, 不要吃糖, 吃糖来长虫, 对吧, OK, let's go. 看沃尔玛半美元一公玉米, 哇哦, 1美元一磅红薯, 哎呦, 丰富多彩。 我们都没有到这里买食物, 烤鸡, 披萨, 看看, 黄瓜, 8毛一磅, 哦, 西红柿贵哦, 2美元一磅, 这里有白菜, cookie, 哎呦, 我们要想买点小白货, 买点东西, 礼物, 寄给姐姐, 这些都是半煮好的冷藏的食物, 美国人很喜欢, hey, you want to see your English muffin? If you have organa? Freezer, I think too long. No. No? Okay. 一美元一罐. 不便宜哦, 3美元一袋饼干. 哇哦, wow, this is rye? No. This is not rye, some gin. 应该不是菌。水果汁。看，一袋chip3美元，好便宜哦。看看婴儿奶粉，哇哦，怎么那么贵啊？这个有HDA，这个对大脑有发育和有好处，那么贵啊？这最多也是2磅啊。 这个是52，都是0到1岁的，1岁以内的奶粉，一罐50多美元 ，My God， 这30美元，它里面的配方可能不一样。哇哦，之前我们买给孙女，整整吃了3年多，5岁哦，好像吃到5岁，那时候没有那么贵哦，吓人哦，怎么那么贵啊？哈。 Maybe before we buy this one, this one had 2 pounds, this one maybe about 1 pound. Still is very expensive, yeah. It's a company different. Yeah. 哎呦，厉害哦，真是长得厉害。那一句，这里是卖那个钙的维生素, vitamin, all vitamin. 没有儿子要给孙女的钙。 到网上去看了好多，我看看沃尔玛维生素 This is the protein gene. Yeah, 这是那个叫什么了？protein 是什么了？不记得翻译了。蛋白，老人喝这种。看看猪皮。 哎呀，炸猪皮还有辣味酸味哦，先生不喜欢，我也不敢吃。
美国人吃炸猪皮，你看见没有？他油都拿走了，最多几美元这一罐。哎呀，我们找那个过滤水那个。没有，哦，先生说给他看到这些饼干，看这些饼干，他肚子饿。他看差不多七美元，也不便宜哦，沃尔玛哦，这种一盒饼干，你看糖果、甜点，六美元。你看这一桶，这个应该是南瓜蛋糕，哇哦，不便宜哦。看看美国的价格，沃尔玛。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需要的，要去问服务员。我拉的工人here，空手而归，什么都买不到。那沃尔玛赚钱，里面那个油烟好呛哦。哎呀，还要去到我们那个购买食物超市。哎呦，看看沃尔玛。风景多美，下一周就没有了。我以为上礼拜的 sky not blue today。嗯，天没有那么蓝，昨天在公园天蓝蓝的，好漂亮。看一下，好臭啊里面，臭你的。shopping 是我们的食物超市 Martin yeah? Martin let's go Martin 哎呦 enjoy the view 漂亮吗 sushi 寿司看看这里一盆花14美元哎呦 pink color yeah purple pink 又紫色又粉红小盆花要七美元，看美国的物价。What is pumpkin? The pumpkin still sell $4. 3-4美元一盆花，这里小小盆。OK， 里面不要做视频，这个超市。到家了，只买了$50的东西，买的饼干、过滤水这个清洁水这个。不知道怎么说中文 Water call English Water filters 过滤水哎呦红彤彤 OK lunch time 午餐时间啦 Handsome man Something Where'd you go? I'm here You have some new? Junk 垃圾邮件感谢收看，我们要吃午餐啦！先生肚子饿了，愁眉苦脸的饿了，说拜拜。拜。他饿了，他的垃圾袋。我的牛奶 milk， 这是爆米花 natural 有机，不是有机是天然的爆米花。看美国有爆米花，然后这有机的红砂糖，我准备做那个玉米馒头，买了两袋这个有机的动物饼干给姐姐。每一次先生都小偷买一点饼干小吃，这是我的那个小蜜蜂那个清洁洗脸巾吧，很好用哦，用每次出外面你用那个。防晒一定要清洁，对吧？看看我高压的午餐，大排骨，里面有菇，有面条，有鹌鹑，有那个洋葱，有土豆。先生口腔不好，要煮烂烂的给他吃，他非常的饿了。哎，你 take care 有三菌，我放点米跟面条一起高压，烂烂了。
家就这样了。我这几天我要控制它，不吃硬的，不吃香的，脆的那些。No green color today， 没有绿色，它太饿了，随便吃了。笑笑也在骂我了。Where you go？ You hungry？ I'm hungry, yes. Yeah, so where you go？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there. I'll give you. Now, your soup. 猪肉马铃薯 potato, onion, noodle, rice. Yummy. You take your spoon? Huh? You take your spoon? Wow, you cold? I'm a little cool. 他穿这么一套那么冷、嗯、Spoon.调羹，看看我们的粥，午餐漂亮吧？笑笑。午餐时间。OK， 我要买我的那个护肤品，嗯，因为我用护肤品，我不想一直都用一样，经常都改，嗯。现在我是用那个小蜜蜂，感觉有点油，然后我想还是想回去买那个 R&F， 是美国皮肤医生研制的，美国大学啊、医学院吧，是很专业的，它是在美国是很著名的那个，这是护肤品，然后它也有治皮肤的。皮肤有毛病的，它有很多那些产品，嗯 ，R&F 很好，稍微价格贵一点，但是呢，货真价实是非常好的护肤品。我用过了，就是之前是那个环球夫人那个 foundation， 它那个慈善机构，因为它要加入它那个团队以后，就是每一次你买就捐点钱。现在我退出来了，然后你要是那个。它应该是叫做，一片苦恼，它可以说是叫做销售专员是怎么样吧，啊，然后他就给你 discount， 就给你打折，啊，现在我就退出来了，我现在就找他那个专员，嗯，就叫他帮我买，然后就给钱给他配票，然后就因为他买的时候已经付那个邮寄费嘛，就统一就给他帮我买了，就寄过来。